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11面，411面第七行啊，第七行当中对唯一。为善心生焉，能对者看起啊，对者看起。唯一呢是空境界的原本，善心生焉。这个显心，显心者，以惭愧之理法，及无贪定之三根，为善之自性，无知相应而弃之一切心，心所名为显心。咱就看到这地啊。善恶是有标准的，标准真多啊，未当讲一概而论。众生根性无共款，作业千金公协也无共款，所以一切众生修报当然也无共款，拢是根据业力，啊业力甲善心有密切的关系，心之善恶。诸佛菩萨、天地鬼神，确实非常慈悲，无愿意看到众生受苦，虽然这个苦果是一切众生的共业。自作自受，特别是佛菩萨，真正是不忍心看到，所以呢，就用种种善巧方便啊，希望众生感悟，回头是岸啊。真正未回头，啊，就无办法咯。在咱的降临，啊，最后的灾难降临，我想已经不是佛菩萨在迄个所在指挥操场，不是安尼。那什么呢？业感、业力、自然的反应，啊，这都是灾难啦、啊，这也是业力所感的。噶佛菩萨、噶天地鬼神拢不相干，这才叫做真正可怕。咱伫个山谷里，大发一声，马上就有回音。这个回音就是业感，善好事，嘛是啊，反映
有真正多的佛菩萨随喜加持啊。不善的业呢，真大灾难来临，诸佛菩萨拢流目屎。袂当伸手啊，无办法援助啊。众生只有伫即款情形、即个状况下面，才会甲家己所做诶业习消毒啊。所以我常讲诶啊，三恶道毋是歹所在。三恶道是众生消毒罪业的所在，三善道呢，同款这道理啊，是众生啊啊修真侪福报，伫即款消福报的所在，真正的好事，无做善恶业啊是上盖好。佛菩萨啦，世出世间圣贤拢教咱断恶修善，断恶修善讲的是书，书都爱做，唔通有心，有心就会造业，无心呢，无心叫做净业。正业是无果报呀，正业的果报伫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门非常非常的广大呀，无边际。那弥陀宏愿。接引一切众生去极乐世界去做佛啦！你甲看卖，现在恶道众生染红心，咱哪看到众生染红心，花草树木，花啊有花神，就有树神。华严经上讲呀，有几十种神，因听经闻法念佛，嘛求生极乐世界。鬼神就更加免讲咯。所以啊，这个先生啊。善心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！人有惭愧，做了不善代志，良心会不安啊。但是代志做了，这些善心所又后悔，又忏悔。也改过，亏心那生呢？惊无论的来指责，啊，惊把人啊对伊批评啊，因此唔敢去做歹代志。所谓是回顾无论的制裁啊。现在这世间乱了，无论马乱了，善恶的标准无了，这代志啊麻烦啦、啊，这个代志所干掉的，就是大灾难的降临了。是毋是这个世界上普遍降临的？毋是，有福报的地区，实际上这个地区
有福杯人较侪，这个地区啊都无灾难啦。或者是这个地区的灾难真小，无严重的灾难。那是讲这个地区的人无福报，做业真重，这个地区得有大灾难。咱啊袂当啊唔知影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一定爱断恶修善啊！善心是咱本有的本善，如果一人无善心，为什么善心会失去呢？你迷失了自性。迷在哪里？迷在以为这个心是我，有时迷有自私自利，迷有名门利用，迷有五欲六尘，迷这个啊。良心算是咯。这来对因素真多，迷这是根本原因。迷了唔相信佛菩萨啦，圣贤教诲啊，唔呐讲会当来接受，啊，佮极力来排斥。这物件是封建迷信。是个人一种虐待人民的手段啦，用这款讲法，家己唔接受，佮叫一寡众生拢唔接受，这个地区就会有大灾难啦。啊，咱是伫这个时代，所有灾难，啥人也袂当避免。自救之道就是念佛。念佛一定爱甲阿弥陀佛放伫心内，目的就是求生净土。对这个世界无丝毫贪恋，你的心就安咯。什么灾难来的时阵，你袂紧张啊？袂惊吓？袂去失措？你知影要安怎来应对？到迄个时阵，你的智慧就升起来咯。还是啊，佛菩萨帮助你啊，真诚的帮助你。所以伫这时阵，把心念转过来是第一重要呀。决定无恶念，决定无害人的心，就是讲，互人伤害也袂害人，把人害我，家己也好好去想看卖，迄是替我消业障。我绝对也唔通害，培养家己的善心，培养家己的善根，希望家己会做到
孙生孙仙，无丝毫恶念夹杂在其中，这就好咯。这是仙的自性，甲这个相应离去的一切的心，都是八识，五十一心所，心心所啊，拢中仙。这都是孙生孙仙的心，这咱做够了。就救人啊，救家己啊！以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绝对未伤害一切众生，包括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。爱心变换改，善意满三宝啊！咱家这两句话做够啊！现在呢，就弥陀本愿，就是对净宗之真实信心。这是善中之善啊，无比的善心啊！你对净土会当相信，对净土的经论会当理解，会当真正发愿求生，这个一切善拢未当甲这个善来相比。为什么这个仙你做分了？其他任何善心善行，你未当成佛。这个善心一个心恭喜你啊，你这一生圆满成佛了，这不得了了。心意就心靠以三业，流乱为心流合，你。随顺无道，延寿大师梦境还原观，跟咱讲四点，自性的四点。第三条就是六合之德，六合会化解眼前社会冲突，六合会化解地球上的灾难，六合的反面就是刚强。公共容易制造矛盾，容易发起斗争，不是好事啊！啊，咱学佛修道，祖师大德给咱念出圣德四个最重要的。虽言妙用，为义有节，六合之德，大众辛苦啊！这个世界真苦，我伫遮要创什么？帮助众生，离苦得乐，用什么方法？用恭敬教学帮助人破迷开悟，
诸佛如来如是作啊，菩萨作诸大德也如是。人敢未效法呢？敢未尽心呢？这是造福惠民，这是利益众生，为众生真实之利啊。心如何虽顺无多啊，都是自然，中国古圣先贤具体甲咱说明，无论是多啊，我想是德，多呢是大自然的发展，不是人为的，辅助亲是多。这个关系是多，不，不是人为的，不是那多一个创造的。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中有疏，朋友有信，伦常大道啊。我想你的地心是大德，其实当然绝对不能违背，您是爱人，您家爱人，一家顺利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个情肯定第一，个理，你是讲节度，未结婚也未使不急。所以你后面有一个节，节制啊。欢喜有一定的标准，唔通超过；愤恨嘛有一定的分寸，你把握会准。过犹不及，拢啊。不得其境，第二是咱今仔日讲的礼智啊，唔通感情用事，信是信用，无论甲什么人来往，绝对爱有信用，随顺有道啊。如法华经文，众生既信佛，即得已流乱啦。流乱就是流河啊，即得就是心地真诚啊，真诚的心。如何的态度，
该出土众生，恭敬难化。这是佛拢知影咧。娑婆世界众生啊，恭敬难化。佛菩萨愿心说法啦，先把六合之地做出来。你看到咯，用这种方法调和教化，但那是无咧，你讲无人相信啊。必须你家己真正做到。人若恶意诽谤你，你用真诚如何对待？你做到了，大家相信啦。无做到，今仔时啊，照经常讲呀，伊还阁未相信。也去那里弘法利生，真正就是爱有人来帮助你，帮助你什么呢？来诽谤你，来侮辱你，来陷害你，让你做这模样给大家看，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啊，你真正做到，伊就呀开始反省。拢是菩萨啊，就像伫舞台表演，这演正派啊，伊咧演反派啊，演啊非常的逼真啊，拢是一流的演员，演啊上好啊，这爱知影，世间无真的啊，尤其心通人呀，唔那当真啊。所以对伤害咱的人，为什么要跟他恭敬？啊，对收留咱的人，为什么每天爱诵经念佛，也要搁回向好意呢？这来对艺术啊，亲嘛。所以你真正想要修行，真正想来帮助佛法，你什么都爱修。无论人是有意无意，要加害你，统统爱修，欢欢喜喜接受，用感恩的心回报。社会大众拢感悟咯，拢有菩萨咯，这社会马上就恢复安定。社会和谐，世界大同，真正做得到啊！佛法会当帮助国家一个平天下，三多多家多呀，这道路啊，三条道路多近。这三道是什么呢？个贵特生地噶，这三道恶道，称为道、黑道、坏道、毒道呀。
这下面也有解释。小角惊寒烈，小地角不寒地角，不烈地角。大地角为在烈，将烈而言，故地角名为黑土啊。地角是一片的黑海啊，有人讲将来的大灾难，地球可能会变作黑洞，温度太悬了，地球表面上的温度会上升到40度到50度。你讲这偌可怕？啊！咱现在伫35度以上，拢感觉冻袂调咯。到40度、50度，人要安怎活呢？有可能无？真可能啊！地球温度不断的上升，30度到40度这个所在，有福的人居住啊，受福的人，先什么人居住啊？心平不先居住的所在，哎呀，拢嘛是40度到50度。所以地家名叫做黑土，精神互相沾湿，高温废土，精神死咯，真少无老废啊。拢是互这大的动物食去，所以是绿绿僵尸啊。精神多啊！精神确实就是这款现象，这是咱会当去观察到啊。五鬼相比低劣，国民多多，都是什么呢？是违规意思啊！就是五鬼。常常啊，恐惧有人要甲抬，这个恶鬼也好势力大，啊，逼伊为当初听伊使唤，家己啊，身不由主啊。做作的是贪婪之业，贪利无厌，有几多啊？你安怎待人？到有几多的时阵，你看人安怎对待你？都无现钱啦。所以这叫做三毒啊。恶处众生，地极苦处，蒙好公教啊！其苦有止，你得安息。古文该得休息，这是佛根。对众生真切利益，
这是讲三道极苦之处，极苦是大地狱、无间地狱。看到佛光，听到佛号咯，这所在有人去无？有啊，如是苦的所在，佛菩萨如未下去。伊伫迄个所在念佛，伫迄个所在放光，只要有一点啊善心的人，伫这个内底，所以是良心未泯啦。要有一点啊善心，伊会感受到。感受到佛光，伊听到佛号，业障真重的人，伊看未到佛光，感受未到，也听未到佛号，完全看个人业障的啊浅深，无共款啦。所以大乘经上啊，常讲佛道有缘的人。有缘的人，换一句话讲，也有良心的人。也有一点啊惭愧心的人。好多啊。这种人对地下去咯，对无间来对去咯，要救。所以讲，该得休息啊！伊受苦也当终止，无间地个受苦是无间断的啊！伊会当终止，往往伫终止状况当中，伊就会超越，伊就会离开地个。因佛本愿话，阿弥陀佛发愿讲啊，见我光明，照彻其心。目不安乐，自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这个愿好啊！今处殊胜功业，这是诸愿之成就。这个大愿的成就，阿弥陀佛，愿愿拢兑现咯。这个善心的人，有良心的人，不忍心害人的人，甚至受害不忍心不服别人的人，伊就是讲有恶业，无小心对去地狱咯，真容易出来。这种人嘛未少，临命终的时念错了，我对呀、啊，地狱去了，嘛都要受一点仔罪，受一点仔业，佛菩萨看到了，跟佛菩萨有感应啊。所以啊，伊离开嘛真紧。真正听到阿弥陀佛，听到经典，经典毋免听多，一句一句，伊若是讲我。拢会往生啊！下面讲
金文明将的下团，正是原文中自信做先往生极乐之意。由上可见，三途极苦之众生已经广告常令释苦，明将往生，何地弥陀愿力、微光摄受之力，故不可思议。对这个经文的当中，祖师大德甲咱分析讲解，逐字逐句拢嘛是真实话啊。拢是咧帮助咱啊，帮助咱啊，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，究竟苦是乐道啊，一定要知影乐道痛苦，乐道内底啊无乐修。有盖人天，三苦苦集。世界虽然无苦苦，有怀苦，有行苦。无世界天，无物质现象，伊真正是孤名。知影物质现象有拖推，放弃咯，无爱物质，无爱物质就无怀苦，所以啊，只有行苦。行苦就是伊迄种的乐意啊，未当因行不调的。寿命若到，也都要向下坠咯，这叫做行苦，伊不未调啊。按照这不会调，超越六道就不调了。这三大类的苦，你永远断掉了，未去修了。六道无了，这个时阵你才真正明白了，做一条恶梦。精神咯，精神咯，就是四性法界啊。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啊，用四土来讲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五土，方便有五土是净土，六道是秽土啊。金文明将的下团，正是原文中自信作先往生极乐之意。由上可见，三途极苦之众生已经广告常令释苦，明将往生，故知弥陀愿力为光摄受之力，故不可思议，就是啊，隆重不可思议啊！弥陀愿力不可思议，威光不可思议，摄受之力不可思议。佛菩萨跟咱人类无同啊！人类咧看到人伫咧行善，生欢喜心，爱甲鼓励、爱奖励伊。做诶时阵有亲分心，爱甲处罚，
佛菩萨无啊，佛菩萨见先见恶，心嘛是平等，心是清净，所以有理性，伊未动感情。顺是一片的爱心，所以啊，这个众生是享福是受罪，乃是伊家己业力。这个佛菩萨无法改变啦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这是跟你讲理呀。所以业力呢？佛菩萨嘛，无把人给你转啦。佛菩萨只能教你，啊，你家己改过自新，回头，无把人给你的业力给消去，你消未去的。所以你做做恶业啊，啊，你啊一定爱受恶报。你做做的善业，一定爱享福。这就是讲，善恶业拢未当离开六道轮回，离开啊六道轮回，爱甲善恶业报下掉，无创这代志啊，这才当超越啦。有超越的本钱，有这条件，佛菩萨就会当给你帮忙；无这条件，佛菩萨对你也未当帮忙啊。这未当讲唔知呀呀，有观经法，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，一相中共有八万四千随行好啊，一好中共有八万四千光明，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念处不暇。这是讲念处不可思议啊！念处是什么呢？接印啊！念是有众生接印到极乐世界啊，处是接印你去极乐世界。佛为什么要你做？因为啊，你本来是佛啦、啊，你还记得这句话，你本来都是佛。应该未来接引你呢？你当然接引你啊！只是啊，你一时未晓做做太重的罪业，对你无办法。你迄个罪业去掉，啊，你才能成佛了。迄个罪业只有你家己放下，佛无办法帮助你啊！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才知影讲诸佛菩萨平等慈悲。无偏爱啊，无讲我对你较好，对伊较差，无啊，绝对啊无分别，无执着。但是啊，接引有前后，迄是你具备的条件有足无？具备条件足，马上接引你。啊，佫欠一点的，等你啊补足，再过来接引你。公平啊，无自私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这是咱伫这个世间，处处待人接物，拢应该要学习的。帮助人嘛是同款，这个人有条件，会当给他帮助一寡，老师教学，这非常明显的例啊。这个人学习啊，非常的认真，非常努力。老师给他关照一挂，那个人海带懒散，业障真重，听都听无，啊，只好随在一起咯，回地里学就好了。老师对学生平等的关怀，无搞不啊。
啊，表面上看看无啊，老师啊对这人足好啊，对于迄个人毋好啊，毋是安尼。你完全错怪，你无了解。就是印光大师讲的，这个人有十分恭敬，伊个人得十分利益。老师若不甲伊讲十分，讲九分，对伊不起伊啊。迄个人只有一分的恭敬，老师只甲伊讲一分，讲两分，伊袂当接受啊。啊，你看看，咱像伊有交保啊，有无共款？毋是老师无共款，是学生根性啊无共款。啊，老师的慈悲关怀照顾啊，我完全是平等的啊。这道理还怎样？你这真正人生圣贤人。哇！一句话讲，你才真正认识，迄个人是好人啊！好人无私心啊，好人无偏邪，家己啊心不正，看别人也不正，这是啊真正正常的现象。家己若是正，看什么拢正，认真啊，修学。重要啊！经爱较接听诶，初学咱诶疑虑真多，犯错真多，要安怎较接听经？真正理解、聪明辨，即个问题啊，全部拢会化解。一边听无不要紧啊，两边、三边、这边、五边。现在有这个机会都要了然，什么机会？科技这个机会，咱现在用电视、用网络，尽量啊，抓到这机缘啊，惊讲有一天什么颠簸咯。这大灾难来的时阵，毁灭性呀！卫星无咯，网络无咯，变怎？恢复到原始时代咯。所以啊，主家讲义就重要。无咯，我还有主通看。噶，咱即摆啊，大境界演义啊，也写出文字，印做主了。大在咱期间当中，这也过会当度人。到迄时阵功德无咯，电节灯全拢无路用，咱拢总爱想着啊。你看美国人编的迄个2001的电影，你想的迄个状况，所有一切科学技术啊，科技文明拢毁咯，啊，出门无车咯，卡踏车都无路用咯。啊，无船啊，无飞机，会变安怎呢？都用帆船咯。啊，出门汽车无咯，啊，只好坐马车、牛车咯。只有用这物件来做运输、做代步。咱啊，都有理想生活爱学啊，遐许煮饭、打水、种菜，拢嘛爱学啊。
你无学将来以后，你无办法生存啦、啊。若讲感觉这个太麻烦，就一心念佛求往生啊。这些念佛人啊，伊知影呀、啊，一日到七日都会当办得到。经常讲，一日七日容易啊，真心。甲你讲，伫迄个时阵，即、这个经真有路用咯。阿弥陀的上好啊！阿弥陀有八万四千相，伊一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啊，毋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、啊。伊一好中有八万四千光明，即、这个光明就是法门啊。教化众生啊，接引众生啊。所以，一一功名，便教西方世界念佛众生。无念佛的众生，佛光嘛是会照啊，伊无感触，因为有业障。念佛的众生，佛光照住，你就感受到。佛光接引你啊！佛光照顾你啊！在救难的时阵，会有人啊传信息给你啊，跟你讲应该要安怎做。有八九站稳，不为。无言功普照，毁灭念佛往生林。这个话讲的就更加清楚了，更加明白，更加具体了。更是普照。但是无为无言，无言是什么呢？念佛以外啊，换一句话讲，修学其他的法门呢？佛家常讲是八万啊，四千法门拢叫做无言。只为念佛往生的人，这句话你要看清楚。念佛无想要往生的人，嘛是无缘，也无缘分。念佛一定是求往生的人，那完全就对了。现在这社会，生团这灾难，拢感觉真大。有人来问我讲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会当相信未？我甲大家讲，你甲心定落来。以细心去观察，观察什么？观察因啊，因团的信息是故啊，故一定有因啊，因果来相应，都会当相信；因果若无相应，都唔当相信的。
原因是什么呢？你观察现在人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伊在想什么？伊在讲什么？你详细去听，伊做的是什么呢？你详细去甲看，你就明白了。如果想的、讲的、做的拢是不善，都是真的啊！这个、灾难是真的。如果伊想的、讲的、甲做的啊，拢嘛是善的，这个、灾难不是真的。那哪对这所在来下断语，就未讲有故事啦。化解灾难，方法无八项诶，教学。那现在为什么坚持每工四小时讲经？未赴咯。讲经是劝告大家啊，劝大家啊，断恶修善，劝大家啊，积功累德，劝大家啊，改邪归正。救家己，救你的家庭，救你的邻里乡党，救国家，救社会，救世界，做这代志啊！那哪细心去观察极乐世界？极乐世界我看未到，无量寿经内底介绍，你会当看到。你细心去观察经典上所讲的极乐世界什么状况？阿弥陀佛，逐天啊，讲经教学，往生者的众生菩萨，逐天上课，无一个人欠一堂课的啊。阿弥陀的方法非常显卡。你袂当啊，缺课啊！你也无愿意伫教室，就出去外面去洗洗，外面的水啦、鸟啦、树啦，拢会讲经说法。无论你行去倒一所在，你拢会当去听到阿弥陀佛啦，发音宣流。所以。文化那是未中断的啊，所以进步紧啦，都是这款道理啊。啊，咱今仔想这个，都要用机器来对细心听，录一部经插在耳孔内底啊，行到倒位拢会当听经。西方叫做世间无爱这物件，这偌麻烦呢？完全是自然的啊！而且佮叫做世界佛光加持你啊，佛愿加持你啊，佛的修行加持你啊，大行拢加持你啊，你真容易讲我，真容易去了境界啊！讲时间的长短，时间不是定法。华严经上讲得真清楚啊，无量劫会当浓缩做一念，一念会当啊，展开为无数劫啊。时间啊，不是定法啊。对于善心的人来讲，对观心大来的人来讲，时间真短啊。对业障真深重的人来讲，时间真长啊。我想咱每一个人都有经验。你看，你伫咧做囡仔的时阵，你懂。七八岁嘛，真捌输咯。过年啊，足好耍诶。过一个年都要等啊，足长足长诶时间啊，才会去拄着过年啊。
啊，现前的时代，不知不觉那个，过一年个拢过去咯。以前讲十年，还偌长的时间啊，现在十年啊，一弹指啊。啊，我来到澳洲来啊，是移民来这边啊，已经是十年咯。啊，今仔日诶，中昼啊，来访问咧，是李惠书大学副校长。十年前，我著甲伊熟识，校长派伊接待我，陪我，阮常常做伙，所以啊，真熟。我今日问伊讲，伊已经退休咯。伊那里伊陪迄个查某诶，是县里面副校长。非常难得啊！因为惠师大学以前的校长调去明尼本去咯，明尼本大学校长，那是现在也是伊。我有缘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这都是校长促成的，现在调去明尼本的老校长，伊促成的，这嘛是一项好事啊！和我对现前整个社会啊，世界社会有所了解啊。原来咱学佛的人只限于佛教经典这个课啊内，对于这个代志不闻不问。这一个接触就明了，就知影讲这个世界真正麻烦。解决的方法，中国传统文化会用的，真正会帮助解决。大乘佛法更加免讲，真正证实了因果。历史哲学家藤原弼博士，七零年代所讲的话，未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。伊讲，只有中国传统文化甲大乘佛学，伊也毋是讲传统文化孔明学说，只有中国孔明学说甲大乘佛法。孔明学说是甚么呢？啊，咱伫个国外，伫真侪会议诶场合诶当中有介绍。我用一句话，一句话解决问题啊！孔明学说仁义忠恕之四字。大乘佛法呢，真行慈悲，这菩提心吗？这个讲的善心，仁义忠恕善心，真行慈悲善心，哇，这句话讲善心。所以，甲问题解决了。因为现在社会啊动乱，地球灾变的根源就是啊恶心所造成的恶念。
用善心来对治恶念，问题就会当解决。社会秩序就会转变，地球灾变就会当恢复正常。即内底道理，现在科学家因知影咯。集体意识会当啊改变现实，人类这个灾难，古人的预言无错啊！欧洲六大丹玛斯的预言，世界末日啊！是伫1999年，注意如果看大预言，内面就写得真清楚。也毋过1999年无发生啊，平安的度过咯。现在所讲的大灾难，都是1999年大灾难。为什么延后呢？这都是大家啊，祈祷。集体的意念，这个力量非常的强大。但这件代志一再的推迟，推迟是不是好事？是好事，也不是好事。为什么呢？推迟人心都无改啊。所以我讲这个祈祷啊。伊是啊，地票无地本啊，灾难无咯，人个预言是假啊，作业啊比以前也搁较加倍。咱想看嘛，1999年啊，到今仔日十多年咯啊。这十多年啊，众生所作的业，超过迄个时阵，我感觉有100倍都唔止啊。迄个时阵的灾难爆发较轻啊，罪无罪啊。这个时阵佫加了100倍，佫一个爆发，那就不得了了，会惨不忍睹啊！诸佛菩萨、天神、善神，拢希望地球上的居民觉悟回头，正像美国布莱登博士所讲的，每一个人拢会当去欧阳先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。那就好了。呀，诸佛菩萨一切善行真正的帮忙，把这个灾难化解了。如果咱若不相信，用这神话，或者讲这是鬼话，未当接受，假呀。也个咧变贪嗔痴慢，也个咧做损人利己，做这代志，这个灾难就无办法啦。诸佛菩萨嘛控制未掉啊，咱啊这个念头做善事好啊，你的众生。如果咱一个念头做歹事，咱来制造业务来发动第三次的大战，这是恶事啊！
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未？一个爆发，整个世界无去了。你若问我讲大灾难什么时阵发生？如果真正有这个人想要发动战争，这个、决心落去哩，灾难就爆发了。唔免等伊啊发动啊，一个核武战争啊，也灾难搞了。为什么这个灾难还没搞时呢，伊就发动战争了？真正有人起心动念要做这款代志啊！这是天地不容的代志啊！这是消灭人类的代志啊！这不得了啊！人类当中最可贵、宝贵文化，是中国传统文化。印度传统文化，这个文化未当啊，生存未当绵延落去，人类就会毁灭啦。所以，这是。大灾难什么时阵爆发？决定啊，是伫人，唔是伫个鬼神。反正心念，比什么都较重要。人人拢爱回头，不回头，你有三途可步啊！人的寿命是真正短促的，死了后要去倒位去呢？袂当无想到这个问题啊！特别是中年以上，接近晚年咯，这是咱平常思考的第一件大事。我将来要去倒位啊？这个缘太殊胜，太殊胜。你拄到阿弥陀佛，你拄到叫世界，偌济菩萨做梦都想要求的啊，无缘分都未到啊，咱今仔日去拄到了。拄到会当恭喜咱拄到消灾免难的方法啦。知影佛法。愿教念佛往生的人，各地真是念佛之人，该是贵言武功之人呀。你敢会当讲咱唔是呢？咱是呀，一点也无错啊。古教显言，拄着佛光普照，是毋是愿意往生？在家己一念，家己感觉这世间也未歹，佛会随顺你，佛一点也未勉强。你若感觉这世间太苦，我希望早一天去极乐世界，
我来帮助你啊，来成全你啊。不可思议！好看下面的这节，蒙西斯所挖啦，问人间行者，有见公难，三途众生具体得见，问个真好啊！人间的念佛人。想起佛光无遐尼容易，啊！三途众生呢，应该是比咱更加苦咯。伊哪会看到呢？答啊！咱看伊答，心地观经文，以及男女对幸福。有大金刚照地刚，讲着演说清妙音，开悟浮妙令法义。这个讲得真好，这是讲为什么地刚众生会遇到佛光呢？伊上内面讲了，佛庙都是阿弥陀佛啦。阿弥陀佛，比如做咱家己的父母啊，例如啊，对到地家亲戚，父母有想要救伊无？肯定是会想啊。诶，就是讲。阿弥陀的佛光照见地家，在现今的社会，咱听到真多信息啊，咱相信这个信息未假。信息安怎讲呢？现在鬼修行的比人较侪啊，鬼往生极乐世界比人较侪。你会相信吗？现在对在轨道来对，大概拢是过去心中做人贪心重的人，但是迄个时阵贪心重，无现在遮重。因为时阵贪心，会当有一个一万块、十万块就不得了，大富翁咯。现在人都爱是一千万、一亿也未满足，换一句话讲，以前遐个人要一下良心，良心未灭，对到地界。对到五鬼道，良心也无灭，好大呐，好大啊！啊，咱现在社会人良心无咯，那会知影无咧？惭愧无咯，做极恶的代志，伊未认为讲是恶，伊无想讲我这行为是错误的。无想到啊，这是正常啊。另外，多少人不是拢安尼做？就提心无咯。电视报纸来批评你，来责备你，笑笑就了咯，根本都无所谓，无动无衷啊。所以啊，现在啊，要度人难啊，度鬼较容易啊，度众生都讲容易啊，度众生容易啊，咱会看到，你看众生啊，念佛往生的啊，
连树木花草、树神王星，甲咱透信息，感恩啊！这最近这几天的代志啊，咱停车场有一张鸡尾酒，树神王星咯、啊。有几个同学拢知影，然后就要有一只鸟啊，王星了。咱道场伫即地十年了，即个树神伫遮听经十年，念佛十年，功德圆满了。阿弥陀佛接伊去咯，伊讲以后这兄弟嘛是求神，嘛伫咱这个行业内底就互人错掉咯，求神毋知走去倒位去咯，伊找无啊。这是啊，说明什么呢？以类众生比人较好度啊！我一句话讲，现在人无成人啊，贵精神颠倒成人啊！你着想着讲灾难偌可怕，灾难啊偌凄惨。你会当想象会到的，啊！这首诗，以及男女对幸福，追求世间无忧虑尽，才识明是谁，其他拢完全拢未记得咯。因为人生到世间来创什么，就是做这款的。唔相信讲有来世，唔相信有轮回啊！因为迄什么，迄是迷信啊，迄是鬼话。总认为家己聪明，家己赢过一切，你一定升天，人一定会升天。这位是古人讲的，该错咯。古人这个话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古人讲人顶落来，你就会当啊升天。呀，这个顶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佛经上讲，这是一处无事不办，这个升天啊。人心顶落。社会的祥和，人心定了，地球上灾难都化解了，都无了，这人定胜天。哎，明白古人的意思啊，该错了，不是说人一定会当胜天，哪有这道理呢？一句话意思解错，就造成糊涂了真正做的人的方向，人生的方向就行错了。外国人讲的六六强失啦，你强把人拢六。我也要活，因拢爱死，这是应该。这五道的罪太深太深了，在圣贤教会
阮七宗教拢甲人讲，人有来世啊，有天堂有地狱。行善的人，故不在天堂；作恶的人，故不在地狱。拢是安尼先讲呢，讲甲上清楚、上明白，就是佛经啊，道教的经典。中国25书内面所记载，在因果报应记载个真多。民国初年，那像你文台记事，个只故事汇集，编辑做一本书《历史感应统计》。不是真正事实真相，在写历史的人未甲伊写入去，写入去的一定都是真实的。伊未造谣生事，这说明什么呢？因果报应真正一点啊未假。你唔相信啊？你有胆量做，将来你就要承担。现在拼命追求私生福报，这竞争啊，钱都是现在人讲的竞争。你强，我比你更加强。一个比一个厉害啊！有大金刚照地狱，这些追求福报的人，最后啊，拢会去地狱去。佛慈悲，佛也是以佛光来照地狱啊！大金刚就是阿弥陀的佛光照地狱，空中演说清妙音。佛经内面啊，演说更利回头是岸啊，更利改过自新，更利啊去恶修仙。你那要有啊一念良心。人家知影讲我错了，你就有救。良心发现了，你会当啊，做你地狱。开悟父母令法义啊。这个意思诶，是相关啊，意思真深。好主对仙，用意如此，弥陀功业及同观好。咱看地藏经、婆罗门路，救因老母，伊家己知影。老母在世，爱食海鲜，现在人叫海鲜。杀害众生太罪，
食我的，真新鲜呢。死了后一定会对地角，伊知影，伊拄着一个老汉，用用伊啊，用伊老大人请教，阮老母伫什么所在？老汉立定，看着咯，甲伊讲，恁老母现在真苦真苦啊！伊就问讲要安怎甲救？老汉就教伊啊，你就供养甲法定自在王佛，你念佛将功德回向予伊啊。伊认真做啊，念了一日一暝，伫定中伊家己啊，去地界去咯。地界的鬼王来迎接伊啊，问伊讲有啥物代志，伊就讲因老母对伊地界啊，就问伊讲恁老母叫啥物名，一个讲伊讲哦，这个人三更前升天咯，伊都离天咯，听讲有一个好女啊来个超度伊啊，来升天，当时地界啊。该有缘的人拢去天顶去咯。好是善心嘛，不可思议啊！这个心在动，伊的老母就离开地间。阿弥陀佛的光明。比婆罗门女唔知超成偌济倍咯，这个利益敢是假呢？咱那个看下面的一段，拥有众生闻机功名，你也清算自心不断，这段。是讲文和功名之德，咱现在无看到，咱现在伫经常听到，啊，咱是属于文和功名。你亚青说，这是念佛，咱伫经常经绝对唔是欺骗人诶。经常所讲一定是真的，咱若真念佛、真求生，也该随意所愿得成其果。这是讲咱伫个经典内面听经闻法，知影即款代志，相信、深信不疑，认真去念佛求生净土。你嘛会当啊，往生极乐世界。我亦愿善男子、善女人闻阿弥陀佛声，这就是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，称呼功名，调莫相称呼其功名好，自心不断转，在心所愿往生。阿弥陀佛国，我一个无量寿经经文顶面是安尼讲，拢是对于咱讲的，问阿弥陀声，他教这篇呢，这篇的经文都有。阿弥陀佛的十二功啊，十二种的功名啊，
精湛。光明的德容，不可思议啊！雕木上青牛，其功名好啊，常常赞叹佛光。佛光遍照法界，咱业障太重。虽然佛光照着咱的身心，咱的身心无感触，这是业障深重。如果常念佛，常常赞佛，咱业障消了，这个佛的功业，咱就会感受到了。所以爱自心不绝，自心是真心、真诚心念佛，念佛未当间断，在心所愿，这是啊，咱家己发愿求生，往生阿弥陀佛国。依照经典内面所讲的去修行，金经言。现在啊，这个经里面讲，闻机功名，微行功德，这句呢，相当是五亿的闻阿弥陀佛声。今日日夜清算，自心不断，相当有五亿的雕木上青牛机功名好，自心不断转。今次随意所愿啊，得生极国，相当于五亿的在心所愿，往生阿弥陀佛国。啊，这两种译本来个对照呢？在这个所在，建立咱家己的信心。对于这个书生的发言，哎呀，真心，哎，真观，哎呀，决定在这一生当中求往生。唔通拖，唔通冤枉，机会啊，真正难得啊，真容易失去啊。古人所讲啊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这个言，那是讲失去了，决定唔知前过，前过的时间短啊。我拄到这个言，唔知是多一劫，多一生咯。就亲像片这经所讲的，无量劫来，以有难逢的一天，一天就是今仔日啦。咱拄着了，爱怎样珍惜，爱花心认真来做。这一生当中，决定得胜啊！会说话，你也清说。弥陀功名，自心不断，是即生因呀。为什么生净土呢？就是你的佛号不敢断，真心念佛，阿弥陀佛。达利拢放光明，
头前讲了，真心念佛，把佛的功德变作家己的功德，把佛的功名变作家己的功名。佛门凡刹当中，玄奘大师当年在世，每念一句佛号，嘴内面就放光，声声佛号拢放光明。伊放这个光的时阵，大家人都有看到啊。缘觉清碧明河，弥陀圣河，至心信奥，是你亚清说义啊！这句话就补充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。你亚清说是什么？你亚清说就是念这句佛号，阿弥陀佛。佛号你亚不中断啊！成为往生净土之因，以信奥其名，也是你亚清说之意。最来也无念，但是啊，真来真信，真欢喜啊！其名虽然断，嘴来念佛断了，心内无断啊。大势至菩萨啊所讲的，也好念佛，也是想啊，心内想佛，念是嘴念。眼界东来必定见佛，那那这一生那是决定的生。无量寿经每章也无接念嘛，为什么？你对将来要去的所在爱有识啊，爱明了啊。到今个世界真正熟悉啊，未生分啊，你去到西方极世界，伊啊未孤单。为什么认识你的人啊，真多啊，形形色色啊，啊，你有缘的人，因已经生到净土了。你去了后，一个拢来给你小照问，拢来给你问候，你哪会讲这个时阵才来呢？啊，咱哋都一夹都一夹是什么关系？所以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亲戚朋友啊，是啊，足多啊，而且因大家啊，拢嘛是上仙之人啊，甲伊拢来，甲任何人往来，无一人有恶意，无一人有恶念，你看这社会偌好呀、啊！大家拢嘛是阿弥陀佛菩萨啦，智慧神通道理不可思议啊！南去啊，迄真正是戆人啊，有去到极处咯。
有一点啊聪明的人，我相信啦、啊，伊拢会发心求生净土。这些真正好所在啊！你看现在地球上灾难，真侪人问讲，倒一个所在安全啊，要去倒位去，拢想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来避难啦、啊。真侪人看介意澳洲，澳洲这个所在真特殊啊！南太平洋当中一个大陆，但是有真侪信息，咱所听到的，澳洲若讲有灾难，你可以影响全世界。但是澳洲徛的人啊，真少，历史就两百年，所以啊，作业做啊真轻啦。现在澳洲的居民，新移民的啊都无算，老的移民来这地，人啊拢真正忠厚，也无贪心。理想生活一旦给，因就非常欢喜啊！真注重生活品质。布里斯班这个城市，居民一百多万人，公园我听讲有一千多个。你就知影讲这个地区的人。哇！你要重视户外生活，啊，所以来到这所在来，一定哎呀，修仙哎，积德啊！如果把不善的这个习气带过来，还是把灾难呐带来到澳洲了。那就错了。咱想要比咱伫这所在修仙积德，这会当啊，闪过这个灾难，未当真正修仙积德，走未过啊。所以灾劫难逃啊。没有讲你性傲其名，也是你也清算之意。请性观其名，众生正因，故该随缘得生也。因为信真心发愿其名，这是众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必须具备的条件，三辈往生里面，但也无念到后面有，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，啊，到迄地才会讲得真清楚。啊，信愿持名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个条件。某位大师就是用这三个条件讲解《阿弥陀经》，就是《阿弥陀经》的要解。啊，四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，拢讲信愿行。好，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